你见过真实的核弹爆炸吗？这段珍贵影像拍摄于1946年，真实的记录了美国比基尼原子弹爆炸全过程。从画面中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巨大的爆炸瞬间将海水带入5000米高度，猛烈的冲击直接将附近的战舰瞬间打翻，上百米高海浪瞬间开始往外扩张。光是这样的外观就足以让人感到震惊，可想而知这次的核爆威力究竟有多大。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再次感受一下它的威力。当核弹被引爆的一瞬间，附近的战舰瞬间被撕裂，就算是航母来了都得瞬间融化，威力之大让人咂舌。随之而来的便是巨大的水蒸气，当水遇见的核裂变后，水瞬间变成水蒸气，直接被带入空中。据记载，这次的核爆当量为2.3万吨，它的单量是日本广岛小男孩的2倍，所造成的伤害直接摧毁了9艘战舰，其中2艘靠近原子弹的战舰直接被撕裂，最终沉入了大海中。至于战舰上的生物，在一个小时不到的时间内全部因为核辐射全部死亡。从这段珍贵影像，其实我们不难看出来，核武器之所以被称为毁灭性武器，威力之大让人难以想象。